我觉得他肯定会发给子怡。哎，分镇发话了啊，分镇发话了。信你，信你。分镇发话了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？对，你就信我。信你。要是没投对，我给你一分。发给子怡了吗？啥意思？对，我觉得他肯定是对他有意思。明泽，哎呀，笑嘻嘻的就开始发了，笑眯眯的。好了。哦，他很快。OK 了，刘丹宁。哎。